我是破镜重圆文里的有钱女主，和男主分手后很快家破人亡，我从神坛跌落沉泥，吃尽苦头，在夜店卖酒时与男主重逢，男主功成名就，带着他的契约未婚妻为难我，羞辱我，人格侮辱我，又说他爱我。他告诉我，如果不让你亲自感受过一回，你永远不会理解我当初的自卑和屈辱。我愧疚地跟他道歉，他在施舍般跟我在一起，是所有人都满意的 AT 结局。觉醒后我光速提分手，他守在宿舍楼下红着眼圈问我为什么，我告诉他，你这人不吉利，会吸走我家的财运。一大段关于袁叔的记忆涌入脑海时，我正和傅衍站在一家米其林三星级餐厅的门口，侍者看着他沾了油和灰的破旧外套，一脸为难，先生，衣冠不整的人是不可以进入本餐厅就餐的。傅衍冷着脸看我，这种大小节的游戏还要玩多少次才会腻，看我的笑话能让你高贵的身份更上一层吗？我揉了揉发疼的太阳穴，你觉得我是故意的，不然呢？你明知道我今天有兼职还约在这种餐厅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梦溪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。说到这里，他眼中的恶意不加掩饰，几乎喷涌而出。如果是以前，我一定会忙不迭地跟他道歉，说自己错了，考虑欠佳，没有顾虑到他男人的自尊，然后再将逝者狠狠训斥一顿，开车带傅衍离开，去吃他消费得起的路边摊，放下自己大小姐的面子，各种哄他，就是为了让他冲我笑一笑。可惜今时非往日，我拎着小包，神色淡淡。你的兼职4点钟结束，我跟你说6点见面。你兼职的店离学校不到2公里，就是爬也爬回去把衣服换了。你穿成这样过来，故意丢谁的人？还是说觉得当我的男朋友心里不痛快，所以要让我比你更不痛快？傅衍惊愕地看着我，表情是被戳穿小心思后的难堪。我不等他回答，继续说，我梦溪最讨厌强人所难，也从来不缺陪我吃饭的人。既然你没有约会的心思，现在就滚回学校吧。说完，我踩着高跟鞋慢悠悠走进餐厅，给姐妹林流流打了个电话。她火速赶到，一见面就笑嘻嘻地开口，你终于想起我来了，他们都说你最近迷上个不知好歹的男人，又砸钱又陪笑，人家连个好脸色都不给你。我按着眉心，还在消化刚才涌入脑海的信息，听他这么说就轻轻叹了口气，何止，如果按照原书里的剧情，接下来我还会各种求我爸不求回报的帮他，在他的创业之路上大开绿灯。等到傅衍的工作室稍有起色，我家公司却出了问题，破产了。为了不连累他，我提出分手，还编出自己另结新欢的理由。他怀着对我的憎恨一路做大做强，我却越过越凄惨，父母双双离世，管家为了保护我被追债的活活打死，最后我沦落到夜店卖酒被客人骚扰时，已经功成名就的傅衍从天而降，先从客人那里救下我，又掐着下巴问我，梦溪是不是很后悔曾经那样羞辱我。想到这里，我心有余悸，猛地灌了口酒。林柳柳继续道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有个穿得脏兮兮的男人站在门口，是不是你那个小男友？我点点头，长得是有几分姿色，可是也用不着你花80万吧。林柳柳做了个夸张的表情，而且拿了你的钱还不给你好脸色，这难道不是又当又立？我扯了扯唇角，不提倒胃口的东西，先吃饭吧。我和林柳柳吃完饭出去的时候，才发现傅衍还站在餐厅门口，月光如织照在他那张清俊的脸上，他看着我，嗓音微哑，神色低敛，梦溪，这是他服软的讯号，如果放在过去，我肯定已经受不了，扑过去用力抱紧他。在我和傅衍之间，永远是他只要肯稍稍伸出手，我就会无底线的退让，可那是以前。我看着他，神色淡淡，有事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今天店里客人多，老板留我多做了1个小时，所以没来得及回去换衣服。他放柔了语气，对不起，下次不会了。我点点头，行，原谅你了，你回学校吧。傅衍愣了下，你要去哪儿？回家。在那些纷至咬来的记忆里，最要紧的事并不是和傅衍的感情，而是公司的危机。到家时，孟锦之正在院子里打理我的小花园，他比我大5岁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如今已经修完了硕士学位，却依旧留在我家做管家。在那段有关未来的记忆里，孟家破产后，他为了保护我被追债的用钢管活活打死。想到这里，我心头一痛，轻声叫他孟锦之，大小姐回来了。他有些惊讶地放下洒水壶，院里几盏玻璃风灯，暖黄的光交映着照在他脸上，让本来几分冷硬的眉眼也柔和下来。他过来开了门，让我进屋换鞋。我爸妈呢？先生和夫人今晚有应酬，程月那边的项目没拿下来。我愣住了，为什么？不是程月一开始挑中的就是我们？孟锦之犹豫半晌，最后还是说，上次请那位已经退休的肿瘤圣手出山，先生欠了对方一个人情，在合同金额上被对方拿捏了。我瞬间明白过来，请所谓的肿瘤圣手出面，是为了给傅衍得了癌症的母亲手术。我爸像宠我，这么为难的事情，被我撒娇卖乖的一顿吃缠，还是答应下来，还给傅衍打了80万，让他支付手术和后续住院的费用。心脏几乎被愧疚吞没，内心的自我厌恶达到顶峰。我咬着嘴唇，半晌才说，我太不懂事了，是不是？孟景之几乎是立刻摇头，纵容地看着我，大小姐还小呢，有点小孩子气是正常的。在他眼里，我好像永远是那个小他5岁，追在他身后要零食吃的小姑娘。但我自己清楚，我已经21岁了，该承担的责任不能逃避。三，我泡了杯咖啡，坐在客厅等我爸妈回来，孟景之就站在对面陪着我，无论我怎么劝，他都不肯坐下来，还一脸严肃，理不可失。我皱了皱脸，你好古板。他神色未变，依旧垂手，恭谨道，大小姐见谅。
我等得无聊，最后竟开始细细打量他的眉眼，这才发现孟锦之长着一张毫不逊色于复眼的脸，甚至那深邃的轮廓和锋锐的眉眼要更吸引人的目光，只是他总是沉默又克制地站在我身后，以至于我长大后几乎就没再正眼看过他。孟锦之，我忽然起了好奇心，搂着抱枕喊他，你在外面上学那些年有没有交过女朋友啊？他一下子僵在原地，好半晌才低低应声，没有。你这么好看，居然没有女生喜欢你啊？我有点不敢置信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？之前林柳柳还说你很帅，想跟你发展发展来着。孟锦之垂着眼睫，我有点看不清他眼底的神色，只能听到似乎有点沉闷和沮丧的声音。大小姐，还是别拿我开玩笑了。等到后来，我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，醒来后却在自己的房间里。下楼时，客厅除了保姆，依旧只有孟锦之一个人。我问他，我爸妈呢？先生和夫人半夜回来收拾东西，说要去趟海城。夫人见小姐正睡着，没忍心吵醒您，说有什么事回来再说。她倒出一杯牛奶，转头看着我，小姐吃过早饭再回学校吧。我点点头，拿起盘子里的三明治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咽下一口牛奶，抬起脸问她，昨晚我睡着后是谁把我弄回房间的呀？几乎是一瞬间，面前的孟锦之耳朵连同脖梗都红透了，她后退了一大步，几乎是手足无措地看着我。对不起大小姐，我就随口问问，你不要这么紧张。我没料到她反应会这么大，望着我的眼睛里像春日湖面的碧波荡漾，竟然令我恍惚了一个瞬间。孟锦之大约是意识到失态，微微收敛情绪，片刻后温声道，大小姐吃早饭吧，等下我送您去学校。被贴成镭射粉的宾利在校门口停住，我挎着小包款款而下，刚走到教学楼附近，迎面撞上傅衍，隔着几步之遥的梧桐树下，他正微微低头和面前长发微卷的白裙少女轻声说着些什么。细花苏月，傅衍多年后的契约未婚妻，原文剧情里他从小暗恋傅衍，看我极度不顺眼，后来成了他的未婚妻，却见他对我旧情难忘，就越发恨我入骨。我径直走过去，正好听到他在劝说傅衍，不是你的错，他那大小姐脾气，对别人一点尊重都没有，有几个人能忍受。傅衍薄唇微抿，我会处理好的，别担心。苏月一脸难过的看着他，泪盈于睫，他百般羞辱你，我心疼啊。阿衍，你心疼，你替他把80万还了。我嗤笑一声，开口道，给你钱帮你找医生还叫羞辱你？那咱们换换，苏小姐你来羞辱我。苏月恼怒道，孟熙，你是很有钱没错，可还不是靠着家里，你自己又有什么本事？如果有一天你家破产了，你还能像现在这样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吗？我脑中嗡的一声，面前的苏月和原文剧情里的他面容骤然重叠，那时我和傅衍已经5年后重逢，他飞黄腾达，我一无所有。他附在我耳边，用最温柔无害的语气吐出最诛心的话，你看离开了你，阿衍很快功成名就，而陪在你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。孟熙，你才是最晦气最害人的那一个，你要怎么做才能赎得清你犯下的罪孽呢？被他一通刺激，本就精神脆弱的我自杀了。傅衍及时赶到救下我，而我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着他的衣角，为自己过去骄纵的大小姐行径道歉。四，可是我为什么要道歉？如果觉得屈辱，他大可以不收我的钱，拒绝我的帮助，而不是什么都收了用了，到头来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，谁见了我都要说一句你对不起他，真是恶心透了。我冷着脸扬手想给傅衍一巴掌，却被他牢牢抓住手腕。他咬着牙一字一句道，你闹够了没有孟熙？我和苏月只是朋友，如果你还觉得心里有气，冲着我来，不要去为难他。苏月在旁边怨恨地看了看我，又心疼地看了看傅衍。阿衍，你不要这样委屈自己，可真是一对苦命鸳鸯。我笑了，看了看他握着我手腕的那只手，不是让我冲你来吗？倒是松开，让我抽你两耳光啊。傅衍眼神一暗，不要闹了，如果你还在为昨晚的事情生气，我可以向你道歉，这是舍不得自己挨两个巴掌呗。我点点头，也是，毕竟就为了你这张脸，我过去鬼迷心窍都肯付80万，是该珍惜着点。我三番五次提及那笔钱，无疑是伤到了傅衍那男人高贵的自尊。够了，他神色冷然，盯着我的目光里带着恨意，我说过钱我会还你，我丝毫不退让哦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还？他眼睫颤了颤，却没法硬气地吐出一个确切的日期，只能沉默地站在原地，心底有短促的一闪而逝的尖锐痛意。我很清楚，那是因为我曾经真心实意地喜欢过他，青竹般单薄又坚韧的少年就是会吸引到我的目光，所以我主动提出帮助他，又唯恐这样会伤到他的自尊，放下身段百般讨好，换来的是他渐渐觉得理所当然，我一切的付出被无视，他只记得被羞辱的感觉。所以哪怕是多年后已经分手，傅衍还是在心里惦记着这些，要我亲口承认当初给他钱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是我的错，给钱是你主动的，没有人逼你。苏月在一旁红着眼开口，孟熙，钱不能买到一切，就算你花钱逼着傅衍和你在一起，也不能强迫他爱上你。我看向他，那他爱的人是谁？你吗？苏月下意识看了一眼身边的傅衍，见他目光始终定在我身上，原本自得的表情不由得微微僵住。五，时间快到了，我赶着去上课，没再理会他们。在学校待了两天，孟锦之打来电话，说我爸妈回来了，他开车来接我。我下楼的时候，傅衍在门口拦住我。如今他创立的工作室在发展的关键阶段，餐厅那边也还有后厨的兼职，应该正是忙碌的时候。放在以前，都是我想尽办法黏着他，追在他身后跑。有事？傅衍看着我，眼中有些莫名的情绪涌动。
你之前一直想让我陪你去游乐园，今天下午我有时间了，这是给我腾档期呢。我嗤笑一声，让开，我要回家。他不肯让，目光幽深地望着我。梦溪，我好不容易有空，别跟我赌气。赌气？我觉得很可笑。傅言摆正自己的位置，说好听点，你是我男朋友，说难听点，你就是我花钱买的男宠。我要见你，你就立刻给我腾时间，我没空见你的时候，你自己手好难得，别来烦我，懂吗？无视傅言难看的表情，我掠过他走到校门外，孟锦之帮我拉开车门，又把放在前面的纸袋递给我。来的时候路过大小姐喜欢的那家甜品店，买了您喜欢吃的面包。我拆出一片吐司，转头看着他，路过那家店里，我家到学校这条路可远的离谱。是路过。从我的角度看过去，是他漂亮的侧脸，眉骨微高，睫毛长而密，因为抿着唇，所以下颌线紧绷，碎发掩映下的耳朵却发着红。孟锦之故作镇定地发动了车子，我咬了口吐司，忽然又冒出一句：“你耳朵红了。”然后成功地看到那片红色从耳朵蔓延到了脖梗。夫人回来时给大小姐带了礼物，她一边开车一边生硬地转移话题：“刘妈特意去市场挑了新鲜的黑虎虾回来，说要做您喜欢的油焖大虾。”我抱着半袋吐司缩在车座里，听她说着这些生活上的琐碎话题。窗外暖洋洋的光照进来，我不知不觉睡着了，又梦到了原文的情节：家里公司破产，我爸从高楼一跃而下，我妈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。孟锦之带着我辗转到城中村的破旧出租屋，却还是被追债的人发现。当着我的面，他们拿钢管一寸寸敲碎了他的脊骨，他浑身是血，还是死死拦着那群人，用逐渐暗淡的眼睛看着我：“跑，大小姐，快跑！”我在梦里无助地奔走，连一份稍微正式的工作都找不到，最后只能去夜店卖酒。曾经对我百般奉承的人，专门来店里冷嘲热讽，点了酒逼我灌下去。然后是成为豪门新贵的傅衍，带着他光鲜亮丽的未婚妻苏月出现。梦里的我很想逃离，却被什么东西束缚住。还有奇怪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虽然女主很可怜，但也不能怪敷衍啊，男人的自尊被羞辱，好不容易动了心，又被他那样提分手，不让女主吃一遍男主当年的苦，她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错了。梦溪也太不知好歹了，她现在一穷二白，负债累累，敷衍还愿意接受她，难道不是因为爱她吗？我惊恐地睁大眼睛四处张望，想要找出这些声音的来源，可是一无所获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嘻嘻，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，像是私下黑暗里猛然亮起的一束光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看到面前一脸焦急担忧的孟锦之，距离靠得很近，他温热的呼吸就喝在我近前，是还活着的孟锦之，梦里的一切都还没有发生。我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孟锦之，视线渐渐模糊，眼泪滚落出来，他有些慌乱，抽了纸巾想给我擦，又不敢碰到我的脸，最后手足无措地僵在了原地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感受着掌心里温热的触感，终于从梦境回到现实。孟锦之，你不要死。他垂下眼望着我，被握住的那只手一点点蜷缩指尖，有大小姐的命令，我就不会死。六，到家吃过晚饭后，我把我爸叫到了书房。嘻嘻，怎么啦？是不是你那个男朋友又有事需要你帮忙？他一脸慈爱地看着我，眼底却压着几分对敷衍的不满。我看得分明，不由得越发愧疚。和他没关系。我咬了咬嘴唇，低声道：“爸，你和我妈最近有没有看中什么投资项目？”原文里并没有关于我家破产的详细说明，只说我爸妈因为投资某项目失败，资金链断裂，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。我爸愣了愣，失笑道：“怎么忽然想起来关心家里的公司了？”虽然这么说，但他还是打开电脑，毫无保留地把他们最近的投资合作计划给我看，第一眼扫过去并没有看出什么异常，直到我在某个项目的合伙人那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，陆周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原文里这个人是傅衍五年后最好的兄弟，也是当年第一个看中傅衍的潜力愿意给他的公司投资的伯乐。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家的破产，我爸妈和孟锦之的死，我人生一切的悲惨遭遇其实都和傅衍脱不了干系？心跳蓦然加快，好像听到浑身血液奔流涌动的声音。我反复深呼吸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。为什么要选这个项目啊？我爸看了一眼，是姓陆的小子主动找上门的。我和你妈看了下方案企划，觉得还行，就列在了备选名单里。合同还没签呢，脑中好像有什么线索在逐渐明朗。我盯着陆周的名字看了很久很久，终于再次开口：“下次和他见面的时候，可以带上我吗？”我爸同意了。走出书房前，他又想起什么似的：“你上次说让我多关照一下那个傅衍的工作室，前两天有笔小单子，郑秘书报上来的，我让他丢给傅衍的工作室了。”他揉了揉我头发：“可别说，爸爸没照顾你的小男朋友啊。”心头泛开无尽的酸涩，我吸了吸鼻子，仰头看着我爸：“以后不用帮他了。”我爸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：“怎么，和姓傅的小子吵架了？”我摇摇头，抱着我爸的胳膊：“没什么，我就是不喜欢他了。接下来几天没课，我干脆住在了家里。”这才知道，我妈安排孟锦之进了家里的公司，以锦之的学历和能力，本来安排个管理岗是没问题的，但他坚持要从底层做起。我妈扶着额头冲我笑：“这孩子就是谦虚。”孟锦之在整理沙发上被我弄得乱七八糟的抱枕，闻言微笑着说：“夫人赏识是我的荣幸，但不能让别人觉得您公司不够分明。”他弯下腰去把打理好的抱枕放回原位，白衬衫的布料纵向绷直，褶皱间清晰地勾勒出劲窄的腰身，往下是两条包裹在西装裤里又长又直的腿。嘻嘻，直到我妈在旁边叫我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又一次盯着孟锦之走了神。他喝了口茶，一脸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：“多久没去逛街了？让锦之陪你出去一趟吧。”气，
之前我带傅衍去过一次香奈儿，就因为柜姐误以为是他付款，问了句刷卡还是微信，他就突然翻了脸，冷冷地看着我，总是玩这一套，不会腻吗？他转头就走，我连包都没买就追过去，哄了很久，傅衍才肯露个笑脸给我。自然，原文里这件事最后也成了我的罪名。你随手挑的一个包，够他母亲大半个月的医药费，就像明晃晃抽在人脸上的耳光。对傅衍来说，这有多伤男人的自尊？你考虑过吗？现在，孟锦之跟在我身后进门，神色始终如常。柜姐拿了当季新款出来，我随意挑了两个包，正要过去结账，孟锦之已经先一步拿出了他的卡。我愣了愣，很贵的。他垂着眼睛笑了笑，温和地说：“大小姐不用担心，这些年我还是存下了不少钱。”我拗不过他，眼睁睁看着他花了钱，拎过袋子，又轻声问我：“大小姐还想买什么？如果我妈知道我出来逛街还要用你的钱，肯定会训我的。”他勾了勾唇角，眼睛微微弯起：“我不会让夫人知道的。”说话间，我们已经走出了商场。我还没想好接下来去哪儿，忽然远远地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，是傅衍。因为那天离开石化说得太重，这几天他都没再联系过我。我本来也乐得轻松，但现在本该是在工作室忙碌的时间，他却跟着一个年轻男人走进了一旁的餐厅。我抿了抿唇，带着孟锦之跟上去，找了个靠角落的位置，等了许久，才终于看到他们从包厢出来。我拿出手机，隔着几层绿植的掩映，拍下了傅衍和他身边男人的照片。这个人是谁？你见过吗？孟锦之看着照片，神色渐渐冷锐起来。是陆周。果然，我把照片备份了两遍，收起手机，隔着玻璃看到傅衍把陆周送上车，又打了辆车回学校。今天他西装革履，收拾得万分妥帖，一点也看不出半个月前被侍者拦在门口那副样子。我笑了下，问孟锦之：“你说我眼光是不是很不好？”“不是大小姐的错，是人心不足，起了歹念就难以提防。”他把手伸过来，帮我把盘子里的牛排切好，低声安抚道：“先吃饭吧，我会把这件事报给先生和夫人的。您不用担心。”孟锦之从小长在孟家，见识过我爸妈在商界雷厉风行的手段，自然没把傅衍放在眼里。可在那所谓的原文里，就是他和陆周这拙劣的谋划，硬生生搞垮了稳扎稳打发展了几十年之久的孟家。盘子里的热气冒出来，熏得孟锦之指尖微微发红，骨节分明的手指青竹般修长。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去握住，他下意识往后抽，却被我握得更紧。大小姐，永远沉稳的声线少见的发着颤，像是柔软的羽毛轻飘飘从心上掠过。我盯着他湿蒙蒙的眼睛，轻声问：“如果我要讲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”爸。深夜的别墅花园里，月光如织，孟锦之坐在对面，定定地看着我。所以，即使我死了，还是没有阻止大小姐吃了那么多苦吗？我摇了摇头，那不是你的错。细想下，似乎是在傅衍进入我视线的那一刻起，一切就偏离了轨道。我从天堂跌落尘泥，而他以惊人的速度一步步登顶，一切的不合常理，仅仅就是为了最后的大团圆结局。可是我给他钱，为他的创业之路竭尽所能地提供帮助，他不是应该感谢我才对吗？为什么会觉得屈辱呢？或者觉得屈辱，一开始就不要收啊。我看着对面的孟锦之，忽然想起了什么。小时候我让爸妈把你带回孟家，把你当大马骑，犯了错都甩锅给你，还逼着你帮我写作业，你是不是也会很讨厌我？不会。他摇头，身体微微前倾，认真地凝视我。能被大小姐选中，从来都是我的荣幸。从他身上传来一股好闻的草木冷香，我模模糊糊地想起，这好像是我之前送他的香水忍冬与印蒿。那时我一心扑在傅衍身上，只在路过专柜时想起，似乎快到孟锦之的生日了，随手挑了一瓶。时间不早了，大小姐先上楼休息吧。孟锦之出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有什么事明天我陪你解决。他送我上楼，在卧室门口和我道了晚安，却又没有立刻离开。顿了顿，他说：“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让您梦里的一切发生。”就几天后，我自己开车去了傅衍的工作室。当初给他那80万，并没有完全用于他母亲的病，后来剩下的一部分，被他用来在郊区租了办公室，创立了工作室。我进去的时候，正好看到他和苏月凑在一台电脑前研究着什么，距离很近，氛围暧昧。苏月先发现了我，脸色一变：“谁让你进来的？”这心虚的反应，就好像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却被我半路发现了一样。我双臂抱胸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：“我来找我男朋友，需要经过你的允许。”滚出去。傅衍望着我，话却是对苏月说的：“你先出去吧。”苏月恼怒地瞪我一眼，起身离开了。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俩，傅衍又换上了那副冷冷的表情，嘲弄地看着我：“怎么，今天孟大小姐有空，想起赵姓我这个男宠了？”他还妄图用从前的手段拿捏我，以为我会诚惶诚恐地凑过去道歉，再想尽办法讨他欢心。我冷笑一声：“既然知道，还不赶紧滚过来说几句好话哄我开心，让我别计较你和你那小青梅勾勾搭搭的无耻行为。”他惊愕地看着我。我继续道：“我爸专门给你的工作室牵线给了单子，你不感激反而还冲我吆五喝六的，怎么想软饭硬吃？”孟熙。他呵斥我的声音里带上了压不住的火气：“傅衍，搞清楚，就连你的工作室都是拿我给的钱开的，只要我愿意，随便拉个转账证明和银行流水就够你折原始股份给我的。再跟我喊一声，你今天收拾东西从这里滚出去，听懂了吗？”傅衍死死盯着我，额头青筋直跳。这段时间我在他面前的态度和从前截然相反，他一定也察觉到了异常，觉得百思不得其解。一开始我心里还有几分残留的色意，在意识到他和我家破人亡的遭遇脱不了关系的时候，就尽数变做了愤慨，
我搭上自己的前程和自尊，赔上家人的性命，就喜欢上了这么个玩意儿。甚至到最后我已经一无所有，他和他身边的人还在不遗余力地洗脑我，告诉我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拉过椅子坐下，抬高下巴看着他道歉，然后跟我回家见我爸，亲自向他道谢。十，我开车带傅衍回家，一路上他紧绷着下颌，直挺挺地坐在副驾上一言不发。我淡淡道，什么都拿了就别摆出一副死人脸，你想让谁不痛快？他闭了闭眼睛，梦溪，我不是卖笑的。我轻嗤一声，不好意思，你就是，我让你笑你就得笑，不然就滚。进门的时候，孟景之正在院子里修剪花枝，他目光落在傅衍身上，唇边还勾着一丝笑意，眼底却一点一点浮现出锐利的锋芒。大小姐回来了，他微笑着招呼我，这位是我男朋友傅衍。他指尖颤了颤，傅先生喜欢吃什么？我和刘妈去准备。不用，他不留下吃饭，就是专程过来给我爸道个谢。我带着傅衍上了楼，我爸在客房等着，望向傅衍的目光里带着明晃晃的审视。傅衍站在他面前挺直脊背，像是受到了莫大的羞辱，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不甘不愿的道谢，多谢孟先生的赏识和照顾，日后傅衍定当给予厚报。我爸淡淡地说，我不需要你的厚报，只要对西西好就够了。是，我爸看了我一眼，西西去楼下休息吧，我跟傅小子谈几句。他和傅衍谈了很久，直到傅衍离开后才神色莫名地告诉我，姓傅的小子确实有能力也有城府，那笔单子他已经签下了，今天我问话他也答得滴水不漏，可惜受了恩却不图报，甚至引以为仇，实在是道德败坏，人品低劣。我爸叹了口气，嘻嘻，有锦之珠玉在前，你怎么会看上这样一个人呢？孟锦之，我猛地抬头看着我爸，正好对上他扼腕叹息的眼神。这么多年锦之对你的心我和你妈都看在眼里，之前反对你和姓傅的小子在一起并不是因为地位之差，相反，如果是锦之那样能力出众又为人谦逊的后辈，条件差一些也没关系，可这副眼实在是得寸进尺，狼子野心啊。我爸念叨着下了楼，我怔怔地走到窗边往下看去，见暗的天色里孟锦之还在细心整理我的小花园。我小时候读多了童话，很羡慕那里面的公主有自己的花园，就让我妈也帮我开辟了一片，可惜大多数都是需要细心呵护的花朵，我没几天就不耐烦了，最后都成了孟锦之的任务，这一整理就是好多年。小时候我拿他当哥哥看，后来见识过外面的世界，他又总是沉默地站在我身后，我就渐渐忽略了他的存在。可是我爸今晚说他对我的心思，孟锦之会有什么样的心思呢？那个答案对我来说其实一点也不难猜。我沿着楼梯慢吞吞走到花园里，短促的几分钟里脑中却闪回无数有关孟锦之的片段，地上躺着一只被修剪下来的已经有些枯败的玫瑰。孟锦之，我捡起来轻声叫他，你好像不开心。他滴滴应声，是我个人的问题，是因为我刚才当着你的面说傅衍是我男朋友了是吗？他微微侧过身去不再看我，但那是我们商量好的，只是计划的一部分，我也并不会再被他骗。你为什么还觉得不开心呢？我攥着那只玫瑰走过去，强行掰过他的肩膀。孟锦之，你看着我，说话的时候不看人，一点都不礼貌。月光笼罩下，他低垂的睫毛像蝴蝶的羽翼，在我心间一下又一下的轻颤。隔着棉质 T 恤薄薄的衣料，他滚烫的体温就贴在我掌心。他几乎带着一丝狼狈，想逃开我的目光。对不起，大小姐，如果让您觉得冒犯的话，后面的话没能说出来，因为我攥着他前襟，踮起脚就亲了上去。这个吻莽撞又热烈，匆忙间牙齿磕到了孟锦之嘴唇，他发出一声闷哼，脸却红得更厉害了。笨，你要回应我。他垂着眼低喘，抱歉大小姐，我没有学过。那就扶好我，别让我摔倒。是。心口摩擦间，玫瑰被揉碎，花瓣散落一地。我和孟锦之的衣服都被染上零星的淡红色，原本清新的草木香调里渐渐缠绕了一丝甜腻的起色。我整个人扑在他怀里，他就下意识扶着我的腰，和我一起跌坐在摇晃的秋千上。这个吻结束，两个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，心脏也乱跳。我看着孟锦之，你喜欢我是不是？他手足无措地看着我，仿佛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心思被挑破。半晌终于苦笑一声，我只是不希望大小姐觉得我心术不正，是消想您的那种人。我啧了一声，不耐烦地贴过去又亲他。你怎么这么笨啊哥哥，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也在消想你？十一，四岁的时候因为羡慕林柳柳有哥哥保护，我也吵着让我爸妈给我生个哥哥，我妈好笑地哄我，现在生出来也是弟弟了，我哭着闹着就要哥哥，于是他们带着我去了福利院，孟锦之是我在那里给自己挑的哥哥，他大我五岁，我刚上小学他已经快要毕业，即便如此还是会每天准时跑来接我。爸妈的事业越发展越顺利，无暇顾及家里的时候都是孟锦之和刘妈在照顾我。十一岁的时候，我竞选话剧里的白雪公主角色失败，在家里哭闹，最后孟锦之换上了恶毒皇后的裙子，陪我在家演了一场白雪公主。高考那年，孟锦之去了北京上最好的大学，我在家哭了好几天，孟锦之差点为我改了志愿，最后被我妈制止了，她说，西西，你快十四岁了，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，这对锦之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清楚。我哭着说，可是你们说的他是我哥哥，他是你哥哥但不是你的奴仆，要尊重他的人生。我那时刚进入青春叛逆期，哪里肯听，好像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不再叫孟锦之哥哥，而是挑衅的直呼其名。即使这样他也只是宽容的笑笑，大小姐叫我什么都好我都会开心的。从记忆中回过神，面前的孟锦之已经从耳根红到脖梗，别这么叫我。我眯了眯眼睛，为什么不能，小时候我都叫了那么多遍，
我就要叫哥哥，哥哥，快说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他喉结上下滚动两圈，终究是认命地点了点头，然后轻声说，我没想过。没想过什么？他的目光落在我嘴唇上，渐渐有些缱绻的滚烫。没想过大小姐也会看到我，就好像高悬在天边的月亮，也肯在某一刻把月光照在我身上。我捧着他的脸，那要我再亲你多少遍，你才肯相信这一点呢，哥哥？他凑过来，嘴唇贴了贴我的指尖，这样就够了。我和孟锦之一回到屋内，他就被我爸叫到了书房。我妈坐在客厅，倒了杯茶给我，然后问，你真的确定不会对那个傅衍心软了吗？他都要对我们家下手了，我怎么还可能放过他呢？被害的家破人亡，还要对罪魁祸首旧情难忘，无非是人为强行设定的剧情。我妈舒了口气，我只是有点担心，毕竟你之前那个样子看起来就好像非他不可了一样。我年轻不懂事，识人不清，我轻声说，好在有弥补的机会，一切还没有像梦里一样无可挽回。后面的一个月，我见天的往傅衍的工作室跑，眼看着他的表情一日比一日凝重，起先他还有精力和我吵架，把我不留情面的冷嘲热讽一一怼回来，但很快就腾不住空了，因为他和陆州的合作出问题了。这不是五年后，他们还没有靠着瓜分孟家建立起坚不可摧的友情，何况他们一同谋划的是一桩收益极高风险也极大的事，傅衍怎么也不会想明白。就是因为那天他在我家待了一下午，而我爸又装作无意地透露出看好他做孟氏接班人的讯息，另一方面那个被他用来做陷阱的项目不管怎么以利诱之，我爸妈就是不松口，话语间仿佛已经察觉到他的别有用心。本就敏感的陆州对傅衍起了疑心，他去向傅衍求证，试探地问他那天在我家和我爸说了些什么，是不是不小心暴露了。傅衍自然全盘否认，而他越否定，陆州就会越怀疑他已经反水，傅衍无法从他那得知下一步的计划，而陆州原本安排给他工作室的资源也都撤回了，他也不能再从我这里获得帮助，事业一时陷入僵局。我在公司观察了这么久，基本已经确定陆州的确在内部安插了人手，而且是最为重要的财务系统。晚上回家后，孟锦之在书房告诉我们，公司的账目从三个月前就开始出问题了，他们的动作很隐蔽，如果一直没能察觉，不出半年孟氏的资金流就会陷入断裂状态，无法再周转。这和原文里我家破产的时间正好对上了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如果不是细细提醒，我和你妈可能真要在陆州这里狠狠栽个跟头了。我爸长叹了一口气，拍拍我的肩膀，眼神渐渐锋锐，不过接下来也到收网的时候了。十二，我爸终于松口，答应和陆州签署投资合同，但合同的公章审核时已过有效期限，需要走流程申请批复重新签署。在这个时间差内，为了维持住项目表面上的正常运营，陆州几乎用尽了手里所有的资金，他动用一早安插在孟氏财务系统里的人手，结果被逮了个正着。我爸当即报警，警方很快带走了陆州和他安排的人，以及那个虚假投资项目的涉案人员，他是陆家的私生子，争家产争不过原配的孩子，就把主意打在了如今风头正盛的孟家身上，是一场豪赌。孟锦之说，只不过他赌失败了。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正坐在傅衍工作室的办公桌前，他闭了闭眼，仿佛吐出的是什么难以启齿的话，孟希，你能不能再帮我一回，没有了陆州的帮扶，又被我爸暗中打压，他的工作室已经快撑不下去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你这是在求我帮你吗？是。我笑了，这是你求人的态度吗？跪下说几句好听的我再考虑。他猛地抬起头，死死盯着我，目光相撞，片刻后傅衍咬着牙在我面前跪了下来，满脸受到奇耻大辱的表情，嗓音里带着恨不得，求你帮我。我站起来，高跟鞋一脚踹在他心口，可笑，傅衍，你真以为你做过什么我不知道，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帮你？他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，眼睛都红了，孟希，我是你男朋友。我嗤笑一声，哦，那不好意思，是我忘记说分手了。他脸上有一闪而逝的呆滞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我想也是，从前的我是那么的一心一意地爱着他，就算之前怎么口出冷言，跟他生气吵架都没提过分手，他一定在心底笃定我的态度大变，无非是大小姐脾气，无非是看到苏月生出的不满，他觉得我离不开他。现实也的确如此，若非觉醒记忆，如今的我已经在孟家陷入破产危机的前提下，还要想尽办法编出玩腻了的分手理由，把错揽在自己身上，也永远不会知道傅衍的功成名就是踏着我家里人的尸骸走上去的。半晌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为什么？是你玩腻了是吗？因为你这人不吉利呀，会吸走我家的财运。我欣赏着他眼中一闪而逝的慌乱，男人的尊严不是很珍贵吗？如果真觉得屈辱，为什么一开始不拒绝我呢？一边跟人合谋惦记我家的东西，一边还要舔着脸来求我帮你，你说你见不见？窗外有警笛声渐行渐近，大概是陆州已经供出了他的同谋。警察推门而入的那一刻，我倚着桌边淡淡地看着他，傅衍，飞黄腾达的美梦就做到这里吧。十三，一切事了，我又和林柳柳见了一面，谢他在陆州面前有意无意提起的那些话，顺口为之的事情不值得你专门来谢我。林柳柳不甚在意地挥了挥手，又往窗外看了看，我听说你和孟锦之在一起了，我拿着酒杯看他，你会生气吗？我生什么气？你之前说过你对孟锦之有点兴趣。哼哼，林柳柳笑了一声，我早就看出来这小子对你图谋不轨，就试探两句，没想到你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反而对那个又当又立的敷衍上了心。你知不知道前段时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，他们怎么笑你的？都说你恋爱脑上了头，又贴钱又找人的，别人连句好话都不肯说，
他看了看我的空杯子，把酒瓶推到我面前。好在你现在清醒了，不然真让陆舟和你那位前男友联手得逞，估计咱俩一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。他说的没错，按照原文里的剧情，孟家破产后，我的确再也没有见过林柳柳了。我喝完最后一杯酒，跟林柳柳道了别，走出门去。孟锦之正等在车前，借着月光看向我。我开口，声音带着酒意浸染过的沙哑，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进去啊？按理说大小姐和朋友约会，我作为管家应该守在外面。我摇摇头，扑过去圈住她的腰。可是你不是管家，你是我男朋友孟锦之。我伸出手去捏了捏她通红的耳垂，突发奇想，在这里打耳洞，戴个钻石耳钉应该会很好看吧。下一秒醉意上涌，我软绵绵的往下滑，被她一把抱了起来，整个人蜷缩在她怀里。如果大小姐想看，我明天去打，你喜欢什么我就会做什么。她把我放在副驾，扣好安全带。我不满地盯着她线条流畅的侧脸，挑衅的开口，所以称呼你打算什么时候换？今晚一起睡的时候还要叫我大小姐吗？那双手忽然在方向盘上收紧，片刻后她发动了车子，伴随着一句很轻的传入我耳中的声音，像是落下的羽毛，如果你喜欢我这样叫的话。十四，几个月后，关于傅衍和陆舟的判决下来了，涉嫌金融犯罪的两个人分别喜提3年和1年9个月的刑期，量刑不重，但足够他们的人生背上永恒的污点。我去牢里看望傅衍，隔着玻璃，他看我的眼神带着痛苦和不甘，是不是觉得这不该是你的结局？你应该走到万众瞩目的地方，接受着旁人的崇敬和奉承，把我踩进尘埃里，再装成救世主把我拯救出来，是不是？如今一切落空，他感受到的无非是他本来打算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。他咬着牙，半晌后突然说，其实我很喜欢你孟熙，开学不久我就在人群里注意到你了，你好像永远开心，永远耀眼，没有生活的重担，无忧无虑地享受着的一切都是我遥不可及的。我是喜欢你的，可是你拿钱玷污我的真心，只会让我觉得反感，我只想往上走，直到你不再用俯视又同情的目光高高在上的看我，我要你仰视我，到那个时候你才会明天今天的我有多屈辱，等你认错后我也会好好爱你，这有错吗？我被他的逻辑气笑了，这没错吗？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，贱人？大学之前我们素不相识，你的痛苦和不幸跟我毫无关系，我出钱帮助你，你应该谢我才对，如果觉得受到了侮辱就把钱摔在我脸上，告诉我你傅衍能完全靠着自己的本事出人头地，不需要我的臭钱，可你没有，事实是你因为觊觎我孟家的东西待在了这里，你就是个靠自己不可能成功的废物，懂吗？傅衍脸色苍白地看着我，口中只有毫无威慑力的反驳，不是这样的。对了，忘记告诉你了，你母亲的癌症又复发了，可惜这一次没有了你的卖身钱，原本天天去看望她的苏月也跑了。原文里傅衍的母亲从未感谢过我的帮助，她认为我用钱玷污了她儿子高贵的人格，我打电话问候时，她嘴里时时讽刺辱骂，也不许我去看望她，甚至在我家破产后她癌症复发，临终前逼着苏月和傅衍定下婚约，可惜这一世她没能等到她名利双收的好儿子，她一心看中的好儿媳也吃不得跌落低谷的苦处。我勾勾唇角站起身，在牢里没事干的时候多为她祈祷一下吧，祈祷你出狱那天她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们母子还能再团聚一次。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，灿烂的阳光落了我一身，我转头问孟锦之，你说傅衍说的话有一个字可信吗？他摇摇头，我就笑了，是啊，我也不信，怎么会有人喜欢一个人的方式是把他从高处拽下来，冷眼看着他摔出一身伤，在沉溺中摸爬滚打，还要他跟自己认错道歉才肯施舍半分掺了水的不值钱的爱。走了几步，孟锦之忽然开口，不是所有人都那样想。我偏头看着他，我喜欢你是希望你永远坐高台，在高处看着我，我会自己往上走，直到有一天能站在您身后，公主不必摘掉她的金皇冠，为了一份爱跌落高台摇尾乞怜，会有人把它当作遥远又高悬的月亮，一心一意向光而去。沉默了很久，我伸出手去牵住孟锦之的手，可是我不要你站在我身后，我要你和我并肩。他发热的指尖蜷缩在我掌心，轻轻勾弄了一下，是引诱的味道，面上却只低眉敛目，笑意清浅，是大小姐。全文完。